演唱经典情歌《爱要怎么说出口》，歌手赵传在乐天桃园举办的星光动子音乐季登场。尽管天公不作美，浑厚辽阔的嗓音仍让气氛嗨到最高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演出了，然后甚至今天这样子的，就从右外野，然后一路走到左外野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跟所有的球迷朋友的这个最近距离的接触也是可以说这几年少有了这样。因为疫情，乐天桃园上半季赛后演唱会延后举办，许久未出席舞台活动的赵传展现硬实力，征服全场。歌手蓝又时也带来伦敦的爱情，和球迷一同合唱，陷入回忆杀。迈入第九年的桃园动子趴，今年升格为音乐季，啦啦队表演加上歌手精彩演出，让球迷在疫情下享受难得的热闹气氛。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